乐团 Day 6 9月2号发行迷你九辑 Band A， 主打歌 Meltdown 席卷各大南韩音源榜一位。 Meltdown 上线后随即登上 Bellon 百大 Jennie Box 榜单一位，专辑全曲八首歌也全数入榜，是他们出道九年以来的最佳成绩。主打歌 Meltdown 是一首当世界似乎在绝望中冻结时，一切都会因你而融化的歌曲。其实 Day 6的音乐蕴含着低潮中依然积极向上、充满活力的讯息，歌词题材时常和生活息息相关，让歌迷获得疗愈的力量。如今新专辑出现亮眼的成绩，让 My Day 相当感动。不少 MA 形容，现在正是 Day 6的全盛期。有网友大赞，把 Day 6的所有歌曲都当作主打歌想就行了。